副主任委员，还有我们赖董事长，还有陈品吴董事长，还有各位贵宾，各位评审委员，各位授奖机关代表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首先要感谢我们授奖机关和所有的同仁，过去一年因为大家的努力，才能让政府的资讯、政府的出版品怎么样丰富多元，不只是图文并茂，而且声光俱全，多彩多艺，多彩多姿，让民众能够有机会很方便的、很正确的来看到政府的资讯和各个方面。通常过去都认为政府的出版品就是文宣八股，或者是看起来无聊无味，但是因为有大家的努力创意，使得它不但可看，而且有趣，并且能够让出版品更为丰富多元。同时能够有机会看书是好事，不要讲别的，光你看到成品来就那么多人，很多人平常都很想来走走逛逛。那今天我们不只是要出版好书，而且要鼓励多看书，所以今天我们也把出版品感谢平常鼓励看书的单位，像蓝宇的南人文教基金会、新港的新港文教基金会。了解，让人民掏给，咱家政府在为您做什么？好，谢谢。好，得奖者请回位。台湾，这个台湾族的族群嘛，可以用这个台湾族。那个文化的，让我们把那些这个是比较具体能够呈现，找一个文字馆哦，他在那里没有办法，我们就把所有出版品放在那边，而且那个变成是让市民让大家可以来这边来看了解，就变成是跟政府沟通的一个平台，然后是透过一个正式的出版品，它也有包含的范围。对啊对啊，伊虽然无迄落啊，找一条文字馆吼，啊，甲跟像成品安尼的品味吼，啊，把所有政府出版品来看那边好看。我那个请董事长来指导，按他规划这个。你只敢做够没？做够，当义工很乐意。那真正呢，几个那个如果没有办法，迄落吼。